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某一档马克笔手绘视频，这是第23期了。不，我想说的是，我好久没有录解说了，对吧？是不是特别惊讶？我这次为什么要录解说呢？是吧？这个为什么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想录了，然后就录了。好吧，是因为我在宿舍呢，我现在在宿舍呢。宿舍里的话，你们知道，宿舍里比较吵。看我直播的也知道，我在宿舍里，我们宿舍这个，想要我们宿舍安静，这是一件基本上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说，我为了让你们有更好的看视频的体验，所以说我开学之后的视频都没有录过解说，这个也没有办法，对吧？右上角忽然出现的东西是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好吧？今天我画兵长啊，这个说好的兵长，我终于画了，也终于发上来了。不要说我污，对吧？这个他们这是反映了他们三个纯洁的友情，对吧？只有思想污秽的人才会觉得这个图很污。像我这种正直的人，只会觉得这是他们三个纯洁的友情，对吧？总之呢，不是经常有人问我啊，某一肤色怎么涂啊？那就看这期视频啊，对吧？一大片肤色给你们好好看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等这首歌结束了，他的皮肤我也涂不完。这个现在在画他的肌肉啊，他的肌肉呢？我在直播的时候，有人居然说我画的兵长的胸部是 B 罩杯啊，这我就不服气了。这个一看你就不懂人体学，对不对？这个明明是 A 罩杯。我刚才什么都没有说啊，什么都没有说。右上角其实是那个原图啦，我是看着原图画的嘛，毕竟我是临摹。那个原图的 P 站 ID 在左上角啊。关于 P 站怎么搜图，我就不多说了，你们不知道的可以去百度，百度比我说的要清楚。然后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原图，它本身是那个有。怎么说呢？是有点背光，然后是偏粉红、偏红的色调，所以说它们整体的颜色，不管是肤色还是什么，这都是会深一个色号。所以说，并不是我画黑了，而是因为光的缘故。其实我整体画完之后，我还觉得有点白，然后我就PS 了一下，最终效果图在最后啊，你们到时候就能看到我 PS 之后的效果，就是调一下色彩平衡啊，还有曲线啊什么的。然后我的肤色用的依旧是我，暑假新买的那一套法卡乐3代肤色套装，36色。然后你们那个要是想知道我的肤色，就直接买这一套就可以了。这就是我用的肤色。然后要是说那个国产 Touch，就是我之前不是用国产 Touch 吗？那个肤色组合也有，在之前的第几期视频，水手服萌妹那一期视频里面我有说，你们可以跳到那一期去看。我在这儿就不多说了，然后简单的皮肤教程我也有做，那个是简单的教程啊，并不是那种我现在涂这种复杂的，但那个是基础的，就是你们大
概得懂，就是说可以先大致看一下那个。我也是为了让你们觉得通俗易懂，所以才做的那么简单。总之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叠下去，然后这个皮肤就画完了。这幅画是我比较不太常画的夏露的风格，因为我平时我是比较喜欢画那种比较光感层次颜色比较丰富的类型，因为我个人感觉马克笔就适合这么画，当然这也是我自己的画风啊，不是说每个人都要这么玩的吧。但是就是哪怕是像这种夏露露风格到我手底下也就变成那种是吧，就变成这样了，这个我也没有办法，个人画风吧，哪怕是临摹也有一个画风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艾伦的脸上有一块有点脏了，这个是因为我万恶的灰博加橡皮，对吧？这个橡皮你们应该知道，那种就是一擦然后在纸上留下那种痕迹的那种就是它，然后就刚才那个一闪而过的那个灰色的丑陋的橡皮就是那个灰博加，这个真的不是我黑他，他居然毁了艾伦的脸，这我就不能忍了，只能说我后面修改的比较到位，所以才看不太出来了。哎呀，我吃穷了，没得说了。反正今天也没打算把整段40分钟的都说完啊，这个就毕竟我来录了，对吧？我现在依旧在宿舍啊，所以我现在其实是感到非常的尴尬，非常的羞耻。现在我的舍友为了让我好好录解说都不敢发出特别大的声音，也是不容易，所以我就今天还是先不说那么多了，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就是各种角色，我就是这个还没涂到头发和衣服，现在先简单的说一下吧，说完我就先就到这儿，你看着，就是他的那个关于头发的底色，我个人认为是要打的。我打底色倒不是说因为这个底色作用有多么的大，但是是因为呢，因为今天这个头发还好，像之前画的那些女孩子的头发，她们不是线稿特别复杂，对吧？要是说不给她把底色打上的话，根本就是到时候上色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混，就不知道哪是哪了，算是给自己就是交代一个色彩关系吧。而且要是我个人感觉啊，打上底色的话，它那个之后再做各种各样的过渡的话就会比较自然，然后那个颜色倾向也不会变。然后打底色的时候尽量要找一个这个头发上相对要中间色一点的，就是比如说他这个头发有
Goodbye, my almost lover. Goodbye, my hopeless dream. I'm trying not to think about you. And can't you just let me